今天，我们要进行最重要的试验之一，就是切掉外部电力试验。华龙一号能否扛住这次危机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，试验开始。请注意，五号机组失去外部电源，场外主电源。 小组通报。目前机组维持热停对工况，各项参数满足设计要求，试验成功 ，over。 各位辛苦了。